两天不知道什么，一整个就是暴饿，然后就一直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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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一直睡，一直睡，一直睡，可能是季节交换的关系吧，就是入冬这样子。然后我来买菜，就是买了一堆零食，真的完全就是补充热量一个肥宅人生这样。我发现一个很妙的东西，就是小鸡面啊，它现在竟然有送一个贴纸，就是可以把你放那个蛋，把它变成蛋黄哥，超智障，超可爱的，对。然后搞得我有点想买，对，超可爱的，笑死我，对。但是它因为它没有特价，啊，所以想说，这个就把它拍起来算了，对，就放弃掉。发现很有趣的东西，因为像万圣节啊，日本风，所以居然连丸子这种这么传统的食物都变成万圣节风格，超好笑的。这孕妇很饿，很饿，很饿，思欲之秋，所以今天煮了火锅。然后这豆乳锅，其实我就是把青菜都切下去而已，所以就没什么特别的地方。但是呢，有一个比较，就是个人的喜好，就是像这种肉薄片啊，一定要最后再放，然后等它变色了就好，就停。好像有点少，再补一下好了。豆乳牛五花锅，哎，像看起来超漂亮的，看起来也够好吃的，天哪，爽死我！糟糕，我原本其实煮的时候没有很饿，现在看得多饿了。这些牛五花肉片，千万不能煮得太老，完全不好吃。哦哦哦哦哦哦好吃。今天买了一个很妙的东西。干干干干重到说上面有一个很可爱小贴纸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说提醒那个货运人员说这有15公斤以上啊，所以说要注意，要身上腰啊，有点可爱，把它留着。好，讲讲讲，对，这个是哑铃，对，然后数学不好，等一下9.5加本身的东西，好，好有感，我天啊，真的太有感了，这个会脏到，对，然后其实我最近看那个健身少女，对，网飞就有卡通健身少女，然后还有介绍说一些在家可以做的。的训练，这个是训练阿扎拉西，阿扎拉西这边的，有没有效？我不知道。好，不知道，总之先把它全部做下来吧。好，换这手。如果是22降7.5，哦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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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很有感。对，然后，哎呀，有感哦。练阿扎拉西，好，那就把它煮起来。两个都弄7公斤这样子好了，对，不然我觉得10公斤我实在是不行啊，饶了我吧。对，
那种勉强可以，其实听说有去健身房啊，然后有真的在跟教练讨论的，他们说这个东西真的要循序渐进，不要觉得说哦胸就很重，那就很爽，肌肉好痛，超棒的，伤身啊。对 ADHD 的人来讲说，你要一边做一边数数字的话，他会非常非常痛苦，他会觉得说干好累，好无聊。对，但是就如果说是一边一看看卡通啦、啊、什么的，看影片，然后一边训练的话，应该是不错哦。干睡不错哦，有 feel 哦。哦，有感哦，哇、哦，超有感，我操！吓死！哦，有感，好，没关系，我先来做训练阿扎拉西的。再加油，我看怎么办？哎，必须要练身体。好，休息一下，来。